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，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在一间商场里面。然后，阿旺今天不懂来什么风，他突然间就要请我们每个人吃啊，然后买东西啊，全部用他的钱。我真的不懂，是不是因为经过我上次那个1000块事件过啦，他花钱花到傻了？哎，什么来的？啊，是甲虫。脸上生了一个很大颗的痣，这样哎。你懂啊？今天什么事情？我也不懂，因为他也是买了这个衣服给我。哦，对对对对。总之你就听我讲，你拍这个 content 吗你啊？真的，今天你的所有的用的东西我包了。你现在才来讲，我该吃的那餐的钱你还给我。老师呢？没有啦，从现在开始啊。现在楼几吗？现在楼几吗？有梦吗？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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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一下 ，OK。他还是有原则的。你们看，小明现在手上拿着这一袋东西，这一袋东西里面大概130块左右。然后刚才去 cashier 给钱的时候嘞，是阿旺给钱的哦。我们以为他讲笑，结果他是真的拿钱出来给了我。然后他现在呢，他就无端端叫我拍这个 content， 就叫我，他就跟我讲，今天我的开销由他来包。然后我不是很信啊，所以我就要拍这个东西，以证明做一个证据这样。我真的是觉得今天的阿旺很不寻常。他一直在找东西来买，一直在找地方来花钱，真的是很不寻常。他好像觉得那个钱是多出来这样子，他一直想要送小明鞋啊，送小明衣啊，然后叫我选鞋，叫我选衣。那选那你也选？真的呗？你是中万字是吗？啊，有里面啊，不要选太低。我觉得阿旺是中万字哦，又或者是他觉得自己的钱太多了。真的啊，真的可以选吗？选。有里面吗？但是我知道你没有什么要买鞋的，因为你要求高，所以这样我等一下选一来买，我等一下选一来买啊，真的啊。蛮十多人要这样多。其实你是不是要等我选了，然后去考得了，给钱的时候，然后你叫我自己出，你要做我的。不要看，你看什么？你要证明吗？你要证明就要给我看。来，啊，一张帽啊，两张，两张够买没？意思，你还有什么要你再跟我讲，好 ，OK， 你100块拿去花去，真的吗？去，我不客气了我，我真的不客气了 okay, 我姑且相信他这一次，我真的是觉得他太不寻常。OK， 现在阿旺跟小明咧，他们就各自看中了一双他们自己想要买的鞋子，然后看样子应该也是阿旺付钱了，是吧？没有发烧啊？不这样吗？那可能神经断掉了。真的吗？我想选，可是我又不敢选，我怕你做我一单。不会的，真的没？选吧，只是不要超过1000块。这样也很多了，你懂吗？啊，这样不要超过300。真的没？真的。哎，有人多做 promotion 啊，这样多 offer。哎，你看，看一下你选的，这双叫 Nike M2K。多少钱？389。哦，小明的嘞？小明嘞？小明是跟我一样 brother 鞋，但是哦，他是这款，他是这款噻。啊，跟我一样啊。小明是这一款，跟我同一款。所以一样是389。我是灰色啊，对。这样子你们两个人加起来就接近800块了耶。啊？真的没？有什么问题？很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啊。很有问题。他们真的是去给钱的。我觉得阿旺有什么毛病啊？我觉得没有。我觉得纯粹是他前几天出钱出杀了，然后他有后遗症，然后现在继续在出车，我觉得很不正常哎。不会啦，他们两个人就800块，懂吗？出钱哦。我上次才用他1000块，他现在两双鞋就800块哦。可能他有钱哦。我觉得。
真的是太过不正常了，一定有问题。没有事的啦，不要想很多啦，真的没有事情啊，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是多少钱？389，778。他帮你生出来了，多少啊？778，778，真的是你给钱没？他真的是送你妹尾？真的哦，我不信，真的。帮我呀，还不有钱？你看，全部身材撕掉了嘞。他是硬假超生哎。啥面硬假超生能过到？快他了，啊，你的。哎，谢谢老板。不是谢老板，是谢谢老板。谢谢你。拍波。你们拍波，我去拍波。整个就是完美。出钱出到这样开心，完美是哎，出钱出到这样开心啊喂。没有看过嘞，真的没有看过。真的哦，我老哎。来，现在我要带我的。喂，我没有买到东西耶。去，你要买吗？去买。你太过不寻常了，我不敢买，我买不下。我觉得你要做我。哎，走。好吧。忘。我选了哦。啊？我选了。169。我要拍不是。喜欢哦，这是你的。那等下出钱啊，你有听到吗？有，可以听到啊。有听到啊，等下出钱。有啦，真的。真的。他怎样出现的？公道了吗？这次。好吧，现在阿元呢，他就选了衣服，然后呢，我们呢就要尽我们的本分。也是很开心的，我知道。就是。多少啊？他讲了、啊，他讲我就选了，我没有跟他客气哦。钱那种东西。钱那种东西，我也不懂什么是钱，什么是钱。我在想，还会不会把他干果拿回这一笔钱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会。就算会，你不给吗？给哦。是哦。不一样。啊，开始钱。怎么？啊，开始钱。拿了，走。你就爽了，可以请了，主要什么都没有。看看。你觉得是真还是假的？请在底下留言。因为我现在还是。80%在怀疑这，他到底是有什么企图？来，你要吃什么？走，我带你去吃。大概那边走啊。买嘞，再好奇怪嘞。真的咩？什么？用人家钱，你可以将单子。我用到不安心，你懂吗？喂。可想而知，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。真的咩？啊，真的咩？真的，心疼你三秒嘞。三秒。OK。爱人三秒。所以阿旺讲，现在还要带我们去吃，然后也是一样，他请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去吃哦。OK， 阿 Wang 讲呢，他现在又要请我们吃冰淇淋，这些种种的现象加起来，我越来越觉得事情太不简单了。我觉得他是失恋才会这样的。失恋有这样的创伤了没？失恋什么？是很不寻常的，他真的不寻常。小明，你不觉得没？我觉得很不寻常，可是我是担心的，不是讲他用了我的钱还是什么，我是担心他可能失恋啊，或是有什么病啊，突然间这样好这样子。你不觉得不寻常了没？草泥马。我觉得应该是花钱花上瘾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好一个事情，因为造福人群。我要。有点酒坏耶。我要。我要芒果的。我要这个的。我要。我才不要了，还硬要。我要哎。我要巧克力。我要。你要什么？我要明。啊，我要。我要明果地。
啊 ，OK OK。Hello。Hello。喂，将军有的骗到吃了。将军有的骗到吃了。这个不叫骗，这个是他自愿要给你骗。这样讲也是对我，这样子他就自愿给我们骗到一餐了。这样子十块耶喂，啊，准准十块啊，还有一个二，哎，小钱不用算啦，这样以后就小钱了喽，以后都要小钱了，超帅的，有没有？豪迈，豪迈，怎么这样豪迈了今天？你不要一直拿相机怼着我啦，很豪迈耶你，我拍怼你自己啦。你看这个阿旺，我跟他讲我要吃芒果了，结果要买这个最便宜的给我，那他们自己就吃那个榴莲。哎，所以啊，最便宜的是巧克力包，这个还是3块钱，巧克力2块。怎么我这一块包哎？哼，都是最便宜的哎。哎呀，尴尬了。他们自己就吃那个榴莲呐、啊，那个榴莲的那个雪糕。钱是谁的？请问？钱是阿旺的啦，当然。所以他有请我，我应该要偷笑了。偷笑了，你要这样。我还买了件衣服给你呢。哦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真的。快跪下来，讲 thank you。跪，我们瘦了。说算了。各位，现在这个 ending 呢，是距离那一天我们在 mall 的几天过后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就知道我没有这样好吃啊！笑屁啊，你们两个！啊！你们不懂什么事嘞？那一天阿旺所用的钱呢，是他偷我的 ATM 卡去我的 ATM 机按钱。你看，趁我在换衣服的时候啊，偷我的 ATM 卡，哦。神不知鬼不觉，你们两个不做贼啊，真的是很浪费你们的钱。现在整条账算算一下哦，真的是太不值得了。因为那天我花阿旺1000块，他这一次按我2000块，然后1000块收进了自己的银行，另外1000块他们两个人拿去分。会算的人啊，都懂是不值得哦。不用紧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最有良心的人就是草泥马了嘛，一分钱都没有用到啊。有啊，因为不够用了。OK，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啦，你们去阿旺那个，你就看，你们就知道什么事情。就是爽哦。我现在不想讲话了，拜拜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